咁今日個天氣上嚟講咧，就頭先四點半嘅時候咧，就落過一場都幾大下嘅雨，兼且即係狂風添嘅又。咁但係球證再視察下個場地啦，加上啲雨勢又細咗嘅，咁球證覺得冇問題之下咧，咁比賽就繼續舉行啦。好，球證隨機平壓，咁開播下呢場第21周嘅甲組聯賽，張家龍城作客嚟到對住西貢。好啦，送前去到左手边嘅底线位置，萧家明咬翻出嚟 cut back， 哎呀过唔到拉赞奴域，佢仲攞翻廖成即刻左脚送埋入中间，李思豪头锤解围，佢仲压住阿大卫佐敦，未解晒围啊呢度，呢度有冇犯规冇事，球证继续，咁啊有反击喎彭林林，哎呀但系第一下冇向前，而家先俾阿陈柏恒即刻要弹啦，系啦弹到俾阿黎尚许，但系好正当就系阿靓哥啊睇准晒。回翻俾 Amika， 今日做得幾好啊！張家龍成個反搶去到咁濕，但係都係俾個短嘅先嘅，攞得麻麻地啊，掘出嚟，哎呀，最緊要接實，改用咗啊許家樂，我話益成落到嚟半場，自己半場位置，哎呀呢度想放落嚟漏咗，曾金圖可以起腳啦，撳埋嚟遠處到啊，哎呀但係俾咗越位在先啊，許家樂。曾金涛，俾上嚟许家乐，落到底线咬翻出嚟，哎呀漏过咗邝瑞俊啊，仲有机会，廖益成右脚咬出嚟，未过到成堆绿衫啊，啱啱人前波后啊，头先，即系上季就真系斗到最尾就紧紧输咗俾中西区，今年就好大机会可以首夺甲组联赛冠军，呢度送上嚟直线，睇下邝瑞俊单刀之势对住蔡子健一对一。想擠高佢過唔到，再有冇加多個補射啊？可惜啊！好啊，斬埋中間。蔡子健就同守衞有啲爭，不過冇問題嘅。再嚟剁入嚟中間 ，Amika 頭槌到啦！呢下冇越位啦啩？有啦 ，Amika 都係佢嘅頭槌啊！今次就烏低身頂。37分鐘，張家龍城打開缺口啦，真係要靠啲死球啦！今日嗰、那個，你話今日嗰個形勢上，個天氣就唔係好適宜，哇！好爽啊，即係好難踢到好爽嘅地面組織。不過呢下 Amika 頂完之後，手爭到好似就有啲傷喎，就瞓咗喺地，要睇睇佢先啦。球證就嚟到差唔多半場完，又張家龍城嘅教練亦都反映下不滿啦。咁上半場啱啱吹完場啦，張家龍城憑住 Amika 一個角球攻勢，今場係暫時唯一入球。另外都可以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啊，我話都係一個自由球嘅配合，一個三角，但係個波揼咗幾下地咯，哦，俾咗12碼。谭乐轩，好多下嘅碎步啊！睇到你门将蔡子健去咗自己右手边，先慢慢射去左手边啊！好有信心啊！睇住你嚟食，我可以话张家龙城下半场喺头15分鐘内就揾到第二个入波啦，咁啊比较稳阵啲啦，去到而家嘅阶段就。陈鹏左脚弯埋嚟中间，哇！有啲下第一时间射到门前执鸡啊！呢下波就真系个 credit 就真系要俾翻第一下差唔多近乎出窝出倒挂嗰位球员啊！咁零啦，整个倒挂，好啦，又系美柱禁区内两边都有球员跌低。冇表示啊！球證繼續噶，鄭俊毅踢 Q 啊！呢、這個波即刻加腳解圍先。哎呀，呢度有機會二打二，會唔會即刻俾遠邊啊？唔俾啊！呢下俾啦，俾落去冇越位噶，又係攞得唔係好順啊！但係陳文輝計即刻再送前，左腳一射搞掂，鎖定勝局啦啩呢下。
下邊位球員後上啊？哇！呢、這個估你唔到啊，有少少啊，譚樂軒啊，一支箭衝上去，由後半場位置啊，殺上去啊！你要追咧難搞啊！咁啊，但係前邊張鳩成呢班就好氣好力啦，亦都後生啲。許家樂即刻上擺，完全未得住。呢度十二碼係啦，有啲魯莽啊！呢下見到啊，梁希朗，喂咁啊，譚樂軒係你噶咯喎，講真，而家就梅開二度係啦，啲球場邊啲即球員都嗌住咗尋晚啊！再嚟啊！又係呢個衰報，譚磊壓高少少，拇指戲法啦！呢下就蔡子健知有你有次一著就真係諗住等到你射佢先喐噶啦，亦都俾佢等到啊！其實不過個波啱啱夠高度，譚樂軒咁啊，都真係～都直頭係可以話係從未攞過啦，咁啊頭先都講過噶啦。哎呀，呢度少少甩手冇問題，接翻。呢度咪又推一段阿包啦，即刻送切。哎呀，呢下呢下真係要吹停先喎，呢下個衝擊力非常之大啊，非常之搏命硬正啊。呢下真係佢成個人係撞咗落去牆邊嘅。帳篷嗰條支柱嗰度啊，咁啊呢下就西貢嘅後援，你話就唔係話好多嘅多餘動作嘅，咁啊不過喺牆邊就真係好危險啊！一可能即係都未，真係唔係話特登故意去想犯規，但係啱啱嗨到少少嗰個衝擊力飛到去牆邊嘅時候，就真係會撞到牆邊嘅帳篷。咁亦都唔係話輸唔起，咁啊不過危險啦呢個動作就好啦。咁啊長雞一命搞掂啦，中英九龍城正式可以宣布係奪得創會以嚟22年嘅歷史入邊首個，亦都係喺佢哋踢過嘅聯賽入邊最高級別嘅冠軍啊！今屆嘅甲組聯賽冠軍係屬於中英九龍城啊！